chase and the hunt, and I set the pace when I'm running. I always take what I want and I always give it 100. Don't need a bank, no, I'm funded. Play the game like it's nothing. I'm always thankful for something. Don't take for granted, stay humble. Now wake up, it's time to look at the enemy. Look in the mirror if he is no friend to me. It's not working out, maybe it's the chemistry. It's time to break up so I can make a better me. Better believe in your mind, cause it's everything. You can mold, shape, find almost anything. All it takes is some time and some clarity to find your identity. It's mind over everything.这台电脑来我等了有大半年了，去年十一月份下的单，这个电脑很来之不易啊，所以呢，我们就今天把它打开看一看，这个电脑跟我现在这旁边的电脑有什么区别？这两台电脑都是16寸的，这个呢是2019英特尔的 CPU， 但这个呢是2021年的，不是今年的啊，今年是2022年，2021年的 MacBook Pro， 它是。MEM1 Max 芯片来的 OK， 我们先打开看一下 OK， 好，就这样的一个电脑，这个电脑呢大小我们对比一下啊。OK， 我们先看一下里面还有什么东西，送了一根线，对，这个线呢就是不是以前那个 USB-C 的线了，它是一个磁吸式的充电材质啊，它不是那种塑胶的了，它已经像那个编织绳一样的啊，贴纸是黑色的贴纸，然后就是它的电源了，140瓦的电源，我们把这个压在上面去。这两个都是16寸的，外观大小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看，外观大小一样的，尺寸长宽也是一样的，高度宽度一样，其实呢高度的两台呢也是一样的，只不过呢因为现在我这个地方是加了一个支架啊，所以它要高出来一点，你再看这边呢，这边是差不了多少的，只不过它是一个弧形的一个面曲面的，所以它边上做得很窄，中间高度其实差不多的，只不过它现在是做了一个四方方高度一样的，所以看起来这个M1 的芯片的电脑比这个电脑呢要厚实一些，但其实没有的，其实因为它是 XDR 屏的，所以它的亮度会更高啊，但是这个呢就是普通的视网膜屏幕，没有什么区别，都是16寸的，大小是一样的啊，但是这个屏幕在这里是有一个刘海屏，在这里有一个小刘海在那边啊，这边就老款的没有了，因为它这个以前的这边有 touch bar 的，但这个已经没有了，对， touch bar 已经没有了，触摸板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区别，键盘的布局也是一样的，没有改变，唯一就改变就是把这个 touch bar 改成这种F1 的一个键盘啊，然后呢这边也是一个指纹识别，这边也有一个指纹识别在这里。侧面这边呢，这边做了一个 HDMI 接口，新的，还有段 SD 卡的读卡器的一个读 SD 卡的一个卡槽啊，但是老版的就只有两个 USB-C 的接口，还有一个耳机接口啊，这边呢它保留了一个 USB 接口，然后左边呢就是它有一个磁吸式的充电头啊，我们是对比的16寸的啊，16寸两个同样16寸的啊，旧款的是两个 USB 接口来的，然后呢新款的那个是有一个磁吸式的充电口，加上两个 USB-C 再加一个耳机口啊，耳机接口在这边，所以它们的区别在这里，然后其他都一样的了。然后呢我们看它两个电源啊，这两个电源大小呢，这个新款的这个旧款的大小的尺寸就是它要比它长一点，对，这个对比一下就会比较长一点，但是要比它窄了一点点，总体来说这个新款这个电源是比较大的，因为它这个新款电源呢，它的可以看到这个旧的是96瓦，新款的是140瓦，所以它的充电速度会更快。这两个转接头呢，它两个是
相同的，这个就没有改模具，它两个都可以复用的。然后呢，它们的电源的接口呢都是 Type C 的，两个都是一样的 Type C 的接口。然后呢，接电脑这一头呢就不一样了，旧款的还是 Type C 的了，因为它这边是磁吸式的一个充接电头。但是呢，我们旧款的、新款的这个充电头呢 ，Type C 的呢，在新的电脑上面都是可以用的，只要是 Type C 的接口都可以充电的啊，就不是一定要靠这个线。你如果没有这个线的话，坏的话你还是用 Type-C 的可以充电的。这个 USB-C 的也是插上去也可以充电，用这个呢也是可以充电，同时插上去两个呢都是可以给它充电的。但是这个磁吸的真的还是音量很大，你看拔了把洞，这个真的磁性就非常非常大的，你才拔得下来的，它反而比这个 Type-C 都吸的还要拔的音量还要大，所以这个磁吸是非常牢固的。对，其实这个电脑它们之间最大的区别就是什么，最大的区别就是在于它们的一个屏幕，因为这个现在这个 M1 的新的电脑它是带 XDR 屏的，就是最高亮度的是大的1600啊，通常的原我们的尼特是大的1000，所以它的屏幕跟我们的 iPhone 的手机的屏幕是一样的，非常亮，所以你要剪 HDR 视频的话真的是非常很好很好用的东西，而且颜色可以看得很准啊。以前呢我们都是通过普通的电脑剪出来以后放在手机上面去再看一看颜色有没有准确，对不对？所以这个时候升级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剪 HDR 的视频的话基本上说是没问题的，完全没问题的。如果你外接一个显示器的话，你一般普通的 HDR 600，我想我这个大的显示器根本就没什么用，它不会显示那个 HDR 的一个效果，都比实际的效果没有出来。所以 HDR 一般的400、600的显示器就不要再买了，这个没什么用的，没什么意义。OK， 这个今天我们就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那个电脑 M1 芯片的 XDR 屏的一个笔记本呢，真的很香，但是价钱也不便宜。这个就是根据你的自己的需求，你要不要升级？如果你是对 HDR 视频呢，杜比世界的一些视频比较感兴趣的话，我建议你们还是可以升一下级，因为 HDR 屏这方面的帮助是很大的。对，好吧，那我们的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对我们的视频觉得还不错的话不妨点个订阅一键3连，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好吧，谢谢大家，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Stepping up.